小爱，干嘛对你的手机傻笑呀？我告诉你，咦，原来在看明星，怪不得那么花痴。你才花痴呢！那咱们就来比一比啊，看谁认识的明星更多。要玩那就玩大的，看签名猜明星。好啊，谁怕谁？请导演上场。一共有八位神秘大咖，猜错的人要在脸上拍面粉。最后赢的人获得老冰棍史莱姆一份。哇！第一题，哦，我看到一个轮子，这个名字好像还挺明显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严嘉伦。回答正确。哇！我也看到了，就是慢了一点点，肯定猜不到，看不出来，这名字这么明显，这么轻轻松松就得一分了，乖乖吃我一掌。喂，还在这里嘚瑟，拜会你全部都猜错。等着瞧。第二位。口子好像是两个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吴磊？正确。啊！乱说的，这样就猜对了。哇，你看什么运气？开始我是想说吴杰的，因为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个像飞字。明星之中有个吴字的，吴磊。我没想到吴字，我想到那个吕字。被我瞎吹都吹中了，哎，吃一掌。啊！太不公平了。是你实力不够，不要怪谁啊。还有实力，我不知道那个口吗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个口字。这个也可能是考眼力，你眼力不行，是不是眼睛？用眼力又不行，瞎吹啊！小爱天天在那里吹。第三位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肯定是女生，身材又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还有花花裙子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赵丽颖，正确。我看到一个丽字在中间，确实有一个丽字中间。哇，听到没有？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丽字？我还以为是迪丽热巴呢，因为名字这么长。迪丽热巴应该很长才行，这个也太短了。太短了，终于可以划你一个。是错了，都跑到嘴里来了。第四位啊，这个应该是个帅帅气的小男生，你不觉得吗？因为他有一个小星星啊。对，因为穿的是男生衣服。你们这个重点不在人家的签名。是啊，华晨宇，错误，我乱猜一个，是不是蔡徐坤？不是，蔡徐坤，这不像，你看第一个、第二个感觉很像那个笔画，像什么？像个 H 吗？喵姐刚刚猜中了一个字的，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啥？蔡徐坤吗？不是这个，前面的，一开始你就说了的，你是说蔡是吧？我说什么？你们告诉我，我又说啥了？我只是说小男生啊。蔡根花宝贝，我才知道。我是每次都猜对的，小爱乱吹。四个字的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易烊千玺，正确。什么意思？我看到是意字，我看得很清楚那个意字。为什么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呢？易烊千玺的电影我都看过很多的。再来一个，太阳当空照。应该是英文，前面是英文，后面来个意字，所以是易烊千玺。难怪我看不出来啊，我猜的，我是瞎猜的。你们知道真正的意思吗？现在2-2打平，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，还有你嘞。第五位，我看到有一个字，什么字？说，我不告诉你。你说出来嘛，我帮你猜一猜。我已经猜，但是联想，像不像一个针？我试一下，我知道，黄子韬，错，子，我看到那个子字，你看到没有？去，错了，一个是女生，头发那么长，女生，不是吗？我也被我误导了啊。周笔畅不对，杨幂也不对，这是三个字好不好？三个字吗？两个字有杨幂、谢娜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又知道？李现，错，那就是女生啊。太不好意思，小爱很接近了。你说谁？你说谁？我说杨幂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杨紫，正确。编了一个，我就差一点，是你告诉我的。啊，当然是差一点嘛，就是差一点。第六位，啊，还是不是女生啊？你不知道是女生啊，长头发都是女生呀。我看到一个，好像一个裙子的感觉。好，景甜，错，还有一个甜，不是像甜字，说甜嘛，晴，晴毛的晴，那个晴字是许晴，错，你老是舔我肉干嘛？
你知道他像谁吗？有个叶子好像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看他身材嘛，看他的肩膀。哇，我要几千度才能看到出他的肩膀，把它放大放大放大。嗯，比利要吗？不对，反正不知道，瞎说一个也总有一个对吧？你说这么多，再给你拍一个面粉。我慢慢想。我感觉它是两个字，你觉得是两个字？白眼是不是两个字？三个字。它这么长。注册了，注册了。是不是鞠婧祎？对。啊！婧祎，你们是不是很喜欢？因为以前猜明星的时候，我看到下面好多小可爱留言鞠婧祎鞠婧祎，所以我猜是鞠婧祎。完全懵了，看不出来，但是真的看不出来。来了，真的是出乎不意了，小爱。第七位，这个是好帅气的，帅气，帅气的小男生，豪，很豪迈，这个字。有个男明星叫什么风来着？谢霆锋。林峰？不对，我觉得他像黄字开头，好眼熟哦，很眼熟。黄子？啊，我觉得像黄子。黄子韬？不对。你看不到什么字吗？井柏然？不对。其实喵姐已经看出来一个字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黄字、风字、黄蜂、黄蜂、汪蜂、汪蜂，不是汪蜂啊！谢霆锋，都不对。他喜欢玩赛车的，摩托赛车。林志颖，风字不对，他还会跳舞。摩托，好像那个什么什么，他跳街舞很厉害的。王博？不是王博，喵姐就差一个字。王一博，张谦，点掉了王一博，是谁？王博，你的位置？那是黄博，改名了，王一博。谢谢喵姐的提醒。最后一题了，看我能不能反败为胜。不可能了。最后一位。哇，看来，哎，是个女生啊，女生啊，难道你说是男生吗？女生，谢娜，不对，倪妮，不对，哇，好像那笔画挺多的，第一个字，对对对，是两个字呢，导演是两个字吗？不是，啊，那就是三个字了，三个字，关晓彤，不是，毛晓彤，你要不要把整个娱乐圈都说一遍？我觉得我这个提示一出，你们就知道他是谁了。他是四个字的。迪亚！不要激动，是你激动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太夸张。对吧？是迪亚吧？对。哎呀，那是谁先说的呀？看回放。